什么？原那个感恩箱子开的200多，可以有一种可以交易，可以交易的贵，不能交易的便宜。不能交易的谁能买呀？不能交易的谁去买？谁能买呀？买号呀！他分把他号买了，分路很灵，分路很灵性啊，是吧？事业的灵性。妈的，金披风7K，抢呀！啊，抢呀！妈的逼，这买的人不是智障？哎，毕竟是吧？毕竟龙神呀。露娜无解肥很好打，好吧。土豪龙，哎，这拉比克补到了，弹道也好说。哎，中路的兵呢？哎，我偷走了，给我哥哥打呀！我操！哎，我打路人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打路人的时候那条打路那个手速，有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勾野怪，我操！哎，这没比头好的吧？没比啊，黑皮打到这里来了。这没比头好疼啊！不过这招最早那个哪里我就说那个屠夫在中路干嘛？我开始没看，过了一会儿他妈兵过去了。兵呢？可以勾的，可以勾的，人家打路人就被勾了。我操！这屠夫起飞了，这波42可以把他烧了。我要是屠夫，我就把他烧了。哈哈，毒瘤。要烧的呀，这烧了3级了。可以关，关了那皮克要死。要烧的，这边也在。烧呀，烧的就3级了。要烧的。妈嗨，你妈嗨。肯定要杀了没三级，42大不了。但是三级了，但是他自己也不上就三级了。这个，再吃个赏金符呀，马上要刷了。他这个分路也野性啊，他知道打 SK 双瞳打不过，他直接毙了。这屠夫烧完之后有鞋，刚好有鞋加三级就无敌了。我操，我感觉他这个剑圣要是在这优势路不是炸？哎，刚好上路赏金符，杀完去控个符。哎呦，无敌。美滋滋，我操！我屠夫节奏不好，他来上路干嘛？想大理国师屠夫我也上。刚才是 SK 跟那个双头龙想冲塔，他过来掩护一下发条。这个、大萨特他这一波。红单吧。哎，烧了呀！现在可以烧呀，不烧呀？四下可以烧，念高。他有去游中了。哎，这兄弟还是不留好吧？不留。他三级关到就死了，两级不一定死。论流的重要性，要流呀！他这个不就是毒流士吗？屠夫不毒流谁毒流？屠夫跟不上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屠夫不流谁流呀？而且你妈黑鸟状态太差了，不敢拼。来上路，勾啊，勾野啊，干嘛？勾野呀，勾了，下一波兵了。看一下怎么勾的。学一下，妈的。想打路人时候多少秒？多少秒？五秒，五秒出的，五秒钟。往下一勾，这还蛮简单的，我操！是啊，无脑呀。会找你，玩多了就会有酱油过来找你了。我这招我打的酱油放到这种位置挺危险的呀，说实话，万一被夹了人。他拉42，兄弟拉42，快！哎，钱都不要了，那大钱大哥，100块你都不要。这个、细节是真不怎么样。勾一个呀，哎呦，好！你没发现他拉了这么多野怪，他到现在的补刀只有两个吗？还是刚刚补的？巨魔他也没补到。哎，这边上路是说踢了蓝胖，没发生战斗呀。他如果细节好点，现在应该是4级半了。他补刀也没有呀，他刚刚就补了两个小销售。哎呦，不辣眼睛，辣眼睛，不看。哎，我觉得屠夫要是有这种打法，峰哥，我们两兄弟以后打天梯是不是起飞了呀？都会了呀，当你会了的时候，别人也会了呀，兄弟。看你直播的也都会了。哎，你这个你不知道吗？我打路人时候就碰到别人用了。怎么没见你说过呀？说呀，你教一下呀。那招挺大的呀，别人你妈中单好难受，中单难受呀。你是皮皮呀？你私藏绝活，私藏。没有，是我队友，我打中单，我队友把兵线勾住了。你把你的。这最开始是中路小小丢野怪，然后现在变屠夫勾兵了。最开始是拉比克，交呀，有套路就交呀。拉比克是拉下路兵。我已经都知道。都行，我告诉你。这种屠夫很爽的，他能打钱，能打野怪的钱，还美名其曰，哎，我帮你中路压了对面。是吧？一直在打钱，但是你一直在压对面。那个帮不是海明吗？但是这个兄弟补刀有他大点。江呀，他补了两个小萨特，两个小销售。好吧，让峰哥来打，绝逼无敌，起飞。爽呀！不聊。这把这个屠夫给峰哥打，现在应该5级绿血了。差不多吧。他没杀到人，这个。好像可以开悟的，这种就是你勾完之后，你带个
打完的魔兵、啊、吃个小蓝开悟啊，这个屠夫是风哥玩蜡笔氪金死了一次的呀，屠夫就吃蓝开悟驻野，我操！哎呦，舒服！矮子接受美滋滋，啊西，美滋滋，这个屠夫没灵性，说拔了就是没灵性，嗯，一个都没放。那分路也分得好，用发条去打那个什么 SK 双头龙。拉比哥很好玩，有个光头，有个健身钻，够了，拉比哥。两个技能够了，真的。运气好的话，再偷个钩子。这两个技能够厉害了，其实拉比哥是充满了就够了。两个爆发技能，对方 SK 戳。我觉得屠夫节奏好点，就是他妈直播也打完三级，然后走上去杀一个买个鞋，然后开过路由中杀个线。能干的事太多了，这种能干的事太多了。那是吧，就是他的秀了呀。是的。没打好，肯定是没打好呀。这种时候鞋都没了。要干事的屠夫这种英雄前期太容易游到人了，他那个烧太厉害了。他上路去一次死一次呀，开悟。这一波兵没拉到，漏了两个。哎，这他妈就开烧了，现在开什么烧啊？要烧，这回家了呀！烧完这波回家买鞋啊！回家买鞋，回家买鞋，回家了，我操！要烧的，要烧的，烧呀，钱啊，猛嘞，兄弟！啊，他要把兵烧了，哎呦，哎呦，还把兵，哎，把钱是钱呀！想要远程兵死，这个也没补到，就他还没把远程兵打死的呀！妈，兄弟，这种刀我漏的还挺多的，兄弟。这剑圣没币还是有点烦呀，五分钟五级半。不过有句说句，这个黑鸟怎么没有怎么压拉比克经验啊？对，黑鸟等级经验也不高，这黑鸟。差不多两兄弟，拉比克控了赏金符应该是。差不多，差不多半级啊。这屠夫什么都没干，一下子找发条兄弟。该干事的呀，你再不干事你就哈皮了，兄弟。上了也有机会，上了也有机会，杀 SK 也可以杀。等屠夫，等屠夫，兄弟。让我勾。要一换一。啊！这怎么可能踢啊 ？What？ 我即兴哥，这是即兴表演呀！这他妈的在屠夫脸上踢皮，兄弟，你也想踢？让我想到两个 ID 好吧，还不长即兴，即兴表演。即兴比较差，这是即兴表演呀！之前老跟天输了比赛 ，maybe 改成了一个 ID 叫做还不长即兴 ，ME 改了 ID 是即兴表演。忘了呀！哎，这边上路控服，被关了。蓝炮的，一下一个人就带啊！哎呦，还有这一勾，不服！哎呀，没电！哇！这把好狠！还能关一下，还能再关一下。这一换一是值的，还能关，还能关，还能关一下。哎，关不出来。要一换一的。屠夫赚了呀！屠夫没赚，他队友赚了。是的。屠夫亏了。赶紧踢下去找发条，这屠夫。发条、哎、可以关注下这兄弟啊。有六级。有点怕发条啊，这个时段老干爹好怕这个发条啊。哎，关过了。露娜有六级，露娜大的有兵，有兵打不过。发条不敢乱搞。哎，这勾大可以杀呀，勾大可以杀呀。勾的呀，肯定会勾的呀。出来的多，玩雷手，黑鸟来了就不好跑了。哎呀，两个九，哎，这个勾还可以啊，这个勾屌，有点水准的。哎，力量没加到，哎呦，力量没加到。如果风哥是这个屠夫，要骂一下呀。哎，等于说没有加一。我觉得屠夫觉得感觉好吧，这把他本来可以无敌的，少了点味道，但是也干了事了，好吧，还五个人头这波还行，其实这波高毒哥还高可以的。现在五个人头都跟他有关，他还是干了事的。哎，他看到了，好的破了呀，他不敢勾了就掐皮了，露娜有大的。来了，发条走上来，走上那个大木死了，死了，哈皮了。肯定死了呀！别跑了，兄弟！杀！跑这样跑就过分了。谁开的？勾下面的！这谁踢的？不对啊！放的谁啊 ？SK。来，哎，有大！哎，没有大！
SK 这边有魔棒，没有勾图，没有勾图，没有勾，没事，他还往里拉了，他两下没魔了，没事，给他错，错图不能勾的，图会勾的，让他错，错 SK 死了，有危险，我看，过来 SK 死了，肯定死了。M 一接着有点崩，死了两次了。你来露娜很肥的，八条打露娜本来就很容易死了，被露娜干。屠夫这个英雄真的厉害，为什么我是头一次在看？我了吗？我发条经常把露娜打不见，打到野区，哎，就是这个节奏。对啊，就是你主大木的，就是好上路了。你来个队友肯定死了，可以不？稳吃，好吧。是不是秋季在第一次上屠夫啊？好像是。黑鸟屠夫很厉害，好吧？黑鸟屠夫这英雄好厉害，他妈的完全都可以值得前面两套选。要玩的好呀，这英雄你玩的不好就少个人呀。要黑鸟屠夫，他这种屠夫也不算玩的好的呀，玩的一般的、啊、也很有用、啊。一般吧，一般吧。他主要是他主要是套路了，他玩出了套路。对他玩出套路了。M1、哎，这边 M 一看到了，死了死了，哈皮不亮了。哈皮了，哈皮了，哈皮了！关一手能不能抬到？又关一下，关关。好像这屠夫怎么这么怂啊？喝了个大药。这好怂。不是，这屠夫好怂，他可以去，哪怕不救队友，可以把那个露娜勾死。你就把露娜杀了死了。对啊，他可以勾死露娜的，这个逼好怂。啊，没灵性，说白了就是没灵性。菜呀。好吧，这个时候我不会选择救这个发条，会把那个露娜勾死。哎呀，讲道理啊，发条的命并没有露娜值钱啊。哎，这发条 也好伤，没杀掉。是的，这一波没杀掉，露娜很伤，发条很伤。发条这英雄杀到人很崩的，这英雄打钱又慢，我操！这不杀了一两？老子游戏里面的声音就大起来了呀！打什么？正受到攻击。正受到攻击。是谁的啊？宝哥的呀，不是，宝哥以前一直有，每次都是我在说，我就说你们难道没有颜，没有他妈的什么比颜值唯一的吗？每次都是我在说，我操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了，他妈的，每次都是我在说，他妈的。其实我是习惯了。哎，把他一个勾，勾到了艾瑞达。又没杀到人，又是屠夫，我操！勾一个跑，这次他选择了勾，这次他选择了勾，肯定是勾人呀！对呀，他勾队友干嘛？对呀、啊，这种屠夫肯定杀人呀！肯定是杀人呀！杀人和救人，你终于领悟到了，终于领悟到了屠夫的精髓。哎，中路加速再冲，小单吃。哎，怎么这个关有点关早了呀？没，就杀不死，不敢杀，不敢杀了。一级发球，大爷们！妈的，有时候我在想，这种 SK 是不是先出个切木盾好点？妈的！即兴 SK 经济全场第一，哦、他妈肥！五减肥的 SK 出跳刀，拉比克这个中单他妈转酱油了，爽呀！打两波就没状态了，打两波就没状态了。那、啊、我也在想，我说有时候他妈这么肥的 SK 搞个他妈的先锋魂技，他妈上着他妈行。哎，抓个一千二的球，打一点点钱出个一千的斧头，直接 A 账了，16分钟 A 账好吧，这种 SK， 他刀都不用出，他都不出跳快刀了呀，他一千。这个声音打架踢是吗？战神七又在逼你，战神七啊，战神七，他先找我打呀。战神七教你，你就别还嘴呀、啊！我的听着，我的鞋呀、啊！贴跳这边哈皮，该抽到还是能抽到，好不好？哎呦哎呦，好疼！你这 S 该好肥啊，经济第一。论毒瘤的重要性，好不好？以后玩这个雷战，妈的。雷战呀！哎，皮切，你真的试一下下次打比赛。哎，我上次打猴子，哎，我上次打猴子就雷战，好屌。兄弟，我肯定不坑你，好吧？正受到攻击。我打猴子14分钟雷战，好吧？别挑事。哎，关雷手。哈
扒皮了呀，这个。再关。哎，关一手。还出还出还关。咬住，没币。没人理币。不走。就一手，没币，没币，好弱啊，但还是死了。这口大哥拉比克。怕啥，同学？法师最怕就屠夫呀，勾过去没了。法师还推塔的敏和。哎，这个屠夫他妈的出了个魂剑，我操！瘤子呀，兄弟，你也是个瘤子啊！屠夫也出魂剑，我操！这不需要啊，他这个魂剑卖哪个骨灰都可以啊。这我魂剑，魂剑好，魂剑好，肯定是骨灰啊！他有那么缺吗？去蓝的魔棒就不去蓝了。骨灰加大魔棒不去，不去蓝，真不去蓝，有黑鸟的。对，骨灰大魔棒百分之百不去。骨灰大魔棒不去蓝。我天梯玩了好多把屠夫，小蓝呀、啊、兄弟，小蓝小蓝，好好玩。要小蓝的，没小蓝你真的背不住。不缺不缺不缺，有骨灰和大魔棒就不缺。露娜不肥啊，露娜还行。露娜昨天死了两次。这中的亚化不减肥的，拉皮克中单。黑鸟有点肥啊，五杀零死。但是这黑鸟。主要没那么厉害，好吧，这黑鸟没那么厉害。这个黑鸟有蓝胖子，你别说，也有点凶的呀。把黑鸟打得好，能打成怪物的呀。对，要蓝胖呀。黑鸟很需要攻速的。如果是没必再玩的话，我感觉这边老干爹已经输了。哎呦，这发条送我，他妈也不想玩了，妈的，难受。是吧？勾过去被别人关队友救，一个都杀不死。小子剑圣冰柱，直接哈皮，这两兄弟赶紧跑。这是干嘛的呀？那个兵剑圣说有点懵逼，是吧？这剑圣，剑圣不是屠夫不勾他，他可能不是不减肥，不会玩了。他是屠夫不勾他。干嘛赢了？这个塔他们要守，露娜没大的。是吧？这个兵，这帮兵把发条打废了，本来发条可以无解肥的，现在可以超刃甲。妈的，两波被杀了人，好崩！好气，这发条，这发条本来节奏很好的。是，这发条真的没有。这种上路喷塔直接一个个，给。这种屠夫，发条你这个屠夫感觉他有点怂，应该很生气吧？肯定生气啊，妈逼！这时候我发条我就不先手了，我守塔会先手好吧？平时我就打钱了，守塔打个先手，抓人不先手了，我操！没妈发条本来是还做起来的，第一分钟七级，然后十五分钟八级，队友搞的，操你没动过。你没必有推推了呀，不怕发条勾了呀？两个推推都发条废了，不先手了又要先手。这个剑圣也好废啊！打算炸到 SK 了吧？我操，这个刺大！哎，被勾了，没死。有奶棒，有奶棒。哎，一个勾到 SK。SK 发皮了呀！无解肥，往里面窜。有戳还推推。哎，不是，他出错了，我感觉往右边推啊。这帮逼，不好急，不到右边，往右边可以跑。戳一下再推推，还有两段位移。一样讲道理嘛，这个屠夫如果是风哥的话，好吧，肯定加到力量。别杀，我再把我推了。这不是你的台词吗，黄翔？这讲道理，这个不应该打呀，输出不够，少一点输出。皮鞋羊，皮鞋羊，你为什么叫皮鞋羊呢？因为他穿皮鞋呀。癖好，爱喜欢穿皮鞋，好惨，爱好穿皮鞋。哎，你多大了呀？穿皮鞋一般是30+的人干的事呀。皮鞋羊，虽然我不知道皮鞋羊多大，但是我觉得皮鞋羊应该。皮鞋羊，你生日我送你上九牧王，好吧？过了呀，兄弟。可以明天嘛？明天生日我送你上九牧王。皮鞋，你有没有20？你有没有24啊？应该24都不到吧？刚好24。我操！我发现我读的还是挺准的。少大哥吗？说二十四可以打我。然后你现在说你读的好准，可以。我说了24这个数字呀！你妈嗨，你妈嗨。这个屠夫还在出以太，那他妈他怎么可能会缺蓝呢？那大魔棒，以太再出骨灰，那又不需要魂剑。
哈哈，24都来了。峰哥，你别搞我呀，峰哥。啊，你他妈20，我操！那我他妈的谢斌搞我呀！都都听准了，峰哥。谢斌搞我呀！老子在说24不到，这个逼说他妈的个逼的。唯一披身皮鞋。你妈逼！唯一披身皮鞋。妈逼呀！哎，兄弟在吹你呀、啊！你他妈，他害羞嘛？这他妈也是吹。皮鞋，我操！皮鞋差不多是二十出头，二十左右的年龄。妈逼！刚好，是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告诉你们一个惊天大秘密。说。为什么他要选拉比克中单？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他屌呀！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可立马你妈了个逼啊！你他妈便秘啊，兄弟！智障，我操！你可立马个臭逼！发条，一定不是发条了，这发来就应该出导弹的。哎，给我。一般我玩发条玩到这个时候，我的所有就开始记，就开始嫉妒了。我放了多少颗导弹？他答应过我，如果第一盘赢了，第二盘要打个中单屠夫。然后他为了不食言呀，兄弟，屠夫被对面抢了，他只能玩拉比克了呀。屠夫不是后选的吗？还是先选的、啊？问题来了，这一把老干爹输了的话，锅可以甩给你吗？我先走了，龙神。我这现在牙齿整完，讲话漏风，我操，好不习惯，我门牙全没了，好烦。我操！你可以夹一颗口香糖呀，把它粘住。这年头都流行整牙吗？什么情况呀？全在整牙。哟，他妈不是做明星的，我这一口大黑牙不也挺帅气的吗？整牙。哎，为什么都要整牙？口活不好呀。老了之后牙齿病变会很难受的，朋友，如果牙齿不好早点整黄牙。哎，是黄霞那个牙齿医生说是牙床都没了，那别吃槟榔了。黄霞这个逼戒了一个星期，第二个星期就开始吃他妈的了，忍不了。有一句话叫做该死的要死的呀。是的，该没的要没呀，没办法呀。虽然该死要死，但妈死太早也不行嘛。你看我现在讲四，现在就漏风的四，好蠢，我自己都觉得蠢。那你这个要多久才会好？要一个月。那你还好的挺快的。现在是门牙没了是吧？门牙没了呀，我在那个呀，烤瓷牙呀，四颗门牙全要烤瓷，我操。哎，我也是呀，但是他没有那个临时的给你装吗？临时的也要隔一个星期才有，他要做先。帮你弄了，然后磨了，然后做。那你妈，你深圳的技术没上海好，上海是直接帮你做。发条一个线走钩，弹了一下艾瑞达。是假牙。关一手。你是假牙。我操，这钩都没闭了。没闭。哎，好快啊！没用呀，兄弟。可以，投了个。中大吗？关到了，发条第一时间没有死。没有死，但是还是要死。对啊，要点金手。等了一点。哎呦，发条的点金手。我他妈心疼这发条呀！这把老干爹隐隐有哈皮之势呀！这个老干爹，这个中单拉比克崩的了呀！还好弄呢，比较肥。不过你别说，没兵虽然一直在体积好吧，肥啊，他肥，他还是肥啊，他虽然一直在死，他肥胀了。隐隐有种感觉，没必要。连击刀剑圣，哎，连击刀剑圣学到了。我出过，好蠢。他会连爆两刀吗？会，会卵用啊！你人品好就会爆，没人要卵用好。接刀才厉害呀、啊，但是又有卵用呢。连击刀，就是要给那些攻速慢的人出呀。剑圣攻速这么快，顶速的，是个蛋呀、啊，兄弟。发条，
妈，有个蓝胖子的健身攻速已经爆炸了。屠夫才下到七点力量，他妈的好久没加过力量。屠夫已经残疾了呀，兄弟。他有几个力量没捡到呀？不然他现在九十点有的呀。好的，我感觉屠夫的必需品是跳到推推这种，要不就是挑战，以太是最需求最小的。反正我从来不还行，又是从我这里学到的吗，奶子弟？谢兵，我有一套，我最近很喜欢，好吧？吹风 A 钻，我操，好毒流。以太还行，好不好？以太勾的远，真的。以太是菜鸟屠夫才会出的。以太真的。以太啊，我从来不出，我只出推推挑战，好吧。我也不出以太。打穿永远不会死，然后就吸力量。屠夫都很菜。不是，你打优势局，你优势局你推塔的那种要个以太的。打什么局出以太都是蠢，出以太就是菜。我觉得刘的标配装备就是挑战呀。小智啊，就是挑战推推呀、啊，保证有挑战，你他妈花钱不掉血呀、啊！再来个 A 仗，你玩久了屠夫之后，他那个出钩的时间、回收的距离什么的，你都心里有数的。你出了以太会很不习惯，玩出以太的就是新手，好吧？在屠夫这门学问上，我顶一手深圳登底，好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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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远方的乌克兰阿川为你助阵。哈哈哈哈啊，急性疼自己，最近在练屠夫，他妈谁叫我出鱼菜，你们怎么意思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别有把你做保稿呀。好吧，我觉得屠夫的第一个装备一定是挑战，这样太会有后期的装备，好吧。我是出挑战的，我对屠夫的理解，所有都叫老子出鱼菜，他妈的有了。雕哥我跟你说，雕哥现在屠夫第一件出点金非常的屌。那我不信，我出挑战我就会出。黑流了呀，兄弟。那谁有说什么以太加大招施法距离加阿川技能？问题啊，你是把自己的牙齿拔了，然后装上假的牙齿吗？是这样吗？嗯，拔我那个槽牙是拔了两颗，那个要种植牙，不一样的。哎，逼可逼了，这个黑鸟。我操，这一波差不多整口牙都要搞。一个大呀，放大呀！你妈这个黑鸟！哎，你看我他们是不是上的咬他狗呀？去！哈皮了，哈皮了，这波丢人哈皮了！哎呦，然后被偷了个无敌装备，没防住，这个好蠢，都得死，好蠢这黑鸟，他不放大，好蠢，他放大的幻象没了，就知道打不过他，对，是吧？他放大露娜没幻象，他没露娜秒死。我发现现在的黑鸟都不爱放大，你们没发现这个问题吗？你一个大不放的，这黑鸟非要出个阿托斯，不知道有什么用，好吧？我说了他不厉害，这个英雄这个人他蠢呀，他不放大他就是蠢呀，确实不放大是蠢，他放个大的路打不过他，放个大的他第一条命就把路娜打死了，是的，没放这发条，这兵有一个火举回来，哎呦这发条，这发条，哎呦点金没点到，好气，没被 A 张了，哎这黑你这头一个突破都好爽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他下波他是可以用剑圣大打先手的，再去偷。哎，高手屠夫们，屠夫出不出 A 战？高手屠夫们，肯定出呀，不出，肯定出呀。打到后期不出，屠夫格子不够用的，打到后期还有 A 战。你妈了个逼，不出了，就要出。好吧，我的屠夫不出 A 战，好吧。出 A 战的全是菜鸡。四秒一个高攻，真爽！我操，出 A 战的你妈个逼，哎逼，你他妈去出本书行不行？叫做屠夫。屠夫大全，出 A 战的全是菜鸡。你听我说，出菜的全是菜鸡。对，这一手我顶老陈，好吧，我从来不吹着。两个菜逼屠夫，一看就他妈没有玩过。两个菜逼屠他妈的，你妈 A 战都没出，肯定要出的，四秒一勾。屠夫这个一勾打到后期就是一勾，勾不到人就他妈的三四五千血往别人脸上冲，往别人 carry 脸上冲。那你怎么不说我一勾一个人头打团战勾五个全搞死呢？你没这个屁股。阿姐，你听我说，峰哥的打法是什么样的？你听我说，什么挑战？峰哥假龙心充脸，那么简单无脑流。你听我说，兄弟，听我说完，你们哪里他妈的就是菜鸡？没灵性，别说，你们不吹战就是没灵性，好吧？不吹战都是菜逼图，兄弟，你他妈的真他妈菜！哎，你他妈的，我八秒钟一个，把钱拿去出冰甲龙心，就往脸上一贴，他妈的个简单无脑操作的。好吧，那是挺厉害的。八秒一个勾，就一次就勾到人，你们谁？没灵性，没灵性！哎呦，我操，受不了你们了！哎，不是，没勾到，哎呦，这逼，这逼出了一套，黄金战士，哎，黑鸟 BKB 不开，
被打死了。哈皮，这个队已经上不了，上不了长。这个队有点哈皮，暂时上不了长。妈，你们扯个图像打起来了，我操，我都不敢说话了。哎呀，觉得屠夫出 A 战必须的呀，屠夫怎么可能不出 A 战吗？出 A 战的人都是没有自信的人，懂吗？没有自信的人才会出 A 战，因为他没自信，因为他攻不到人。他妈四秒一个勾拿的无限高，一勾一个准。因为他妈老一波团战20秒勾五个，你们出去打一架，真的，你去打一架打一架。不过也解释不了，你只能说一句菜鸡才出 A 战。菜鸡才出 A 战，有道理。不是。你说菜鸡都出 A 仗，我来说出 A 仗的都是菜鸡，好吗？啊，这发来干嘛？那么我就不禁想问，峰哥和老陈玩徒步会出什么？你随便算一下，后期都没有 A 仗的格子呀。那你出什么，老陈？怎么可能没有呀？标配跳刀推推要一个，这是其中一个。然后金甲龙心两个。龙心要，对，没错，很有道理。金甲龙心两个，兄弟，你们玩个项目，飞鞋，飞鞋算一个。你们 BKB 什么都是你们的，好吧？你们是打厉害的。哎，刷新你们要不要？刷新一个吧。全是那种肉装冰甲龙心嘛，那个无脑出的那个不要不要操作的，他们都是不要操作的，就平 A 过去。不是不要操作，是我们只用一勾解决问题，为什么要用五六勾来解决问题呢？一个人，我20秒勾五勾，我能勾五个人。哎，我的图是勾别人 A 炸勾勾过来咬住，然后又是一个勾，又是360。对啊，其实杨分析的很道理啊，出 A 炸勾过来咬住，马上又勾了。大川都是毒瘤屠夫呀。只会刷、啊、他们不是毒瘤屠夫，他们是一号，他们是一号屠夫，他们是肉装屠夫，没灵性的，只会这种屠夫，简单无脑充脸根本就不厉害。爸，这种屠夫叫厉害的屠夫，概括一下好吧，厉害的。打起了，吹着老哥连一波就把这个赢了呀，已经赢了呀。这一把为什么会输？好吧，就是因为这个屠夫出了一太子镜这个道具。是的，完全没任何屌用，出了一勾没中过。以太的肯定是菜皮屠夫，菜皮屠夫太屌呀！讲道理是的，不关这屠夫的事情呀、啊，关这黑鸟的事情、啊。好吧，终极结论就是以太，好吧，终极结论是以太。这一把输在了屠夫，好吧，这一把输在了屠夫。带狗屠夫，带狗屠夫导致了败北，好吧。屠夫，我这里人说了，越有自信的人越出 A 仗，因为 A 仗 CD 短，无限勾；越没自信的人越出肉装往上面堆，往上面顶呀，说我吃伤害了呀，输了之后他不怪我呀，我好吧。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话，出 A 仗的都是菜鸡。对。我不服。跟我说你手点在上面了，是你吗？这个黑鸟是阿托斯出的，我操！那老干爹2-0了，他们是不是已经是小组第一了？就不用打了是吧？对，第一了呀！欢声笑语当中，老干爹就战胜了对手，说翻就翻了。所以我们那接下来的比赛我就让宝哥解说了，我就不播了，好吧？接下来的比赛由宝哥解说。大家可以去宝哥直播间继续看接下来的比赛。宝哥直播间在哪呀？我看一下。好吧，宝哥直播间在这里，波士顿 OB 解说，好吧，点进去就行了。接下来的比赛由宝哥来解说。接下来还有两轮吧，应该是2到3轮，有的小组有3轮，有的小组还有两轮比赛，应该是，好吧。宝哥直播间见，好吧，我还在宝哥直播间见，我还是在YY的。